你好，我是 Terry， 是欢迎来到上海 Potless 展览会，会家的展会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新产品，还有会帮你用我们的新产品来做一杯咖啡给大家尝尝。首先呢，我们这次展会呢，主要是来推我们的两个新产品，一个是 JD16 磨斗机，还有一个 KD210S 的星级版 S2 的一个 version 的一个新的机器。那我想先讲一讲这个机器有什么。我们是赞助了这次 WLAC 的拉花大赛的赞助商。那这台机器的特别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蒸汽，它里面的加热块跟那个泵浦跟以前是不一样的。你可以看到两个孔的蒸汽，让你打起奶泡的时候有上液机的效果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咖啡。JD16 磨豆机呢，它的静电呢，防静电效果会让你不会像以前一样，弄得到处都是。你可以看到它，它不会到处喷出来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打一下奶。你可以从这个打奶的奶缸中看到呢，它的旋转的效果做得非常好。那这个奶泡，这个旋转的效果呢，可以帮助你奶泡达到一个比较融合的效果，流动性也非常好，适合那个拉花。差不多是二十秒钟的时候已经可以打好了。出来的奶泡你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是比较绵密的。这个绵密的效果呢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杯咖啡，拜拜。